大家很好奇我们为什么取一个名字叫甘年。其实我们几个三不五时会聚在一起唱歌，唱歌时候就会吃饭，所以切个黑白切里面都有甘年，所以呢我们就取了甘年。那甘年在唱歌的里面意味着我们四位是肝胆相连，另外甘年是横膈膜，横膈膜是唱歌很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取一个很可爱的名字。那这一次很高兴来参与这个公益的，参加这个公益的这个 K 歌大赛。那我把这个其他的想法让我们的伙伴一起来讲。谢谢冰光大哥。哎，那个其实我们都是完全受到冰光大哥的感召，主要是他的美食的感召。他常常煮甘年给我们吃。那我们在吃甘年之余呢，就发挥自己的甘年哈，横膈膜就形成这个重唱的组合哈，很愉快的，快乐的一起唱歌哈，这是主要的宗旨。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又慈善又能够有美声的响宴，谢谢。各位常吃甘年吗？吃过冰光所做的甘年吗？哇，那是回味无穷。透过这样的一个美食，也促成我们四个人的这个甘年的重唱团，非常荣幸，也非常快乐，也非常 enjoy 在四个人的重唱和声的美当中。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歌声，能够跟所有的 EMBA 的学长学姐来做分享，大家以歌会友，谢谢。我想刚刚几位大哥已经讲得很多了，我想大家拭目以待，洗耳恭听。我们接下来要为各位演唱的曲目，那在这一段练习的过程里面呢，让我深深的觉得，唱歌呢的确是人到了中年以后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以免呢每天都很郁闷，唱了歌以后呢就会很快乐。相信我们甘年的每一个人的微笑，一定是在带给大家快乐的，谢谢。我们要怎么去默契把一首歌唱好？当然我们有请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我们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唱歌的方式，它是艺术歌曲的唱歌的方式。那这是我们平常就是要多唱多听彼此的声音，然后才能够养成这个默契。我们这首歌大概练个几个月吧，在最近因为要参加这个比赛所以呢特别花了一些功夫来这个练习。那温老师是我们的这个甘年重唱团的指导老师，那透过专业的这个老师的一个训练提醒我们在唱歌的时候要去多听其他声部的声音，那么你自己的声音要能够这个自动去融入这个其他的声部，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这个和声能够达到最美的一个境界，谢谢。Please turn on.
be with me and every moment we are. Be a lighter to my heart. I close my eyes the moment I surrender to you. Let love be bright, innocent and tenderly true. So lead me through tonight, but please pretend all the light. 'Cause I'm lost every time I look at you. Lost every time I look at you.那我们请那个林心怡老师呢，来给我们简单做个简单的讲评好吗？Hello， 大家好。我刚刚一直在找，就是那个 PA 大哥他们有没有在放 CD？ 对，因为那个副歌一出来的时候，我有一点惊艳到，因为柯凡哥有参与他们的初赛，然后我是第一次参加那个决赛的部分，所以请大家再用最热烈的掌声，就是再给甘霖。好了，真的很好听。谢谢林老师，非常谢谢这个评审对我们的肯定啊！我们希望继续用美好的和声，让音乐传递给周边的人。感谢感谢再感谢，感谢主办单位，感谢基金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有机会用美妙的歌声跟大家来分享。美妙的和声感染力是很够的。我们期待，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用这个优美的和声来以歌会友，来感染这个身边所有的人。谢谢主办单位啊，谢谢学校老师，谢谢评审的这个抬爱啊。也谢谢几位大哥的带领支持啊！我想我们四位呢，唱得很愉快啊，也希望把这个愉快跟美妙的歌声呢，带给这个社会啊，带给这个学校啊，带给我们相关的团这个网络啊，那能够把美好带给社会。